叫 He-Man， 我是做音樂的，我會玩小提琴啦、DJ 啦，同埋會做啲電子音樂啦。我因為細個中意睇卡通片啦，咁所以我啲音樂成日都受啲卡通片嘅主題曲啟發啦。另外，因為我好中意聽我阿媽啲 CD， 咁好多 disco 啊，咁唔同類型嘅風格都有，所以就受咗嗰啲 CD 影響咗咯。而至到我而家做嘅歌，成日都係每樣嘅風格都有一啲咁去夾埋一齊。今日嘅計劃係我會繼續做歌啦，有啲新嘅歌嚟緊啦。另外同兩個朋友一齊合作啦，喺做一啲現場演出咁咯。一個就會幫我彈 bass， 另一個就會幫我唱歌嘅。10月10號 Music 11有我 He-Man， 到時見啦。